姥姥，这叫什么东西？怎么九条腿啊？你小子等什么？这是章鱼，姥姥给你做个西餐。我没听错吧？你连县城都没出过，还会做西餐？臭小子，看不起姥姥是吧？姥姥给你上一课。姥姥，这么大章鱼怎么做呀？你小子瞧好了，姥姥做了你没吃过的。姥姥，这章鱼还有牙啊？那当然了，没牙它怎么吃东西啊？姥姥，这章鱼还要剥皮啊？对呀，来帮姥姥。这么麻烦，我不剥了。哈哈哈姥姥，你这怎么还要核桃啊？核桃你要多吃才行。姥姥，你天天就会做菜，还没光着我大妈好看。姥姥这么大年纪，哪有时间打扮？再说化妆比做菜还难。姥姥，你一点都不老，而且护肤也很简单。你看这个购买 APP， AI 测肤质一键搞定，只要拍张照片，专业结果就出来了。这上面说你是宝藏年华肌，属于混合肤质，建议用果酸焕肤，改善较油的皮肤区域。现在的科技真厉害的。只要点击视频下方链接下载购买 APP， 就可以找到适合自己的变美方法了。你们女生都在卖臭美，我马上都吃完了。嗯啊，这章鱼这么丑，味道还不错嘞。